起来。转是平行的，另外一个转才有八字，真的啊？停，最起码我现在。你能不能比我快？不是，我现在知道怎么杀，所以我现在大概有办法跟，大概有办法跟你三个车身的距离，因为而且你也不是很高。但然后你停的话，我有办法停。啊，最差状况就是冲到旁边。有些人有旁边啊。没有旁边的，我自然会跟，不敢跟那么近。你以为我那么勇敢？就是有人在那边做挣扎许多的照片，温度不算低啊，它没有平时冻掉的。
过冬吗？不是说过冬，说什么要过冬？那这时候出来又没有保障。而且有一部分烂掉。也不是烂掉，只有那里开始。三个方块，而且那个，不可能，而且这都铁，下去也是。我们在上面的时候就会觉得太平了，太好了，在哪里，然后这里的就还好，也落到了，我还是不能理解方法，反而你在学的比较好。你要给我一个对呀、啊，我的话，我因为已经学会了什么，所以就依赖那个什么，所以我只能一直用练习。就是你看那个地图，它不是很宽吗？好多绿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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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快它到右边来了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不是扁带，是另外一种。我不知道，它什么都有啊，它。你应该这样讲，他一旦选定一个点要做什么，那那个点的教练大概就用在哪里，他应该要把它效率最大化，搞不好他有那 season booking 的那个优惠，有没有？他包了 season， 然后他要一直做，所以我们晚上清算，他卖一个就是赚一个。就是找鸟加竞争，应该中间都没有什么原价的，有原价那不是让人生气。而且你看他都还有那个八分的契约，对啊，虽然是不多，但是还是一样表示那个。一车我接，他也一定有那个，也有那个价，稍微查一下这样。钱带回去啊？那表示我们要一直不停。
另外一只手吗？你其实可以两只都摸地看看，就这样你可以固定在上面。我的想象是说，我就全都放在板子这边，就只是摆着而已，板子外侧而已。外面那只可低一点，这样性更好一点。小屋就是另外一个吃的地方。你现在要吃饭了吗？没有。吃饭？是说要不要去的意思。他们要去哦。Bye-bye.